农历四月十七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快速了解一下小米今天发布会的七款新品。小米八搭载骁龙八四五，配备6.21英寸刘海式全面屏，6+64GB 内存组合起，前置2000万，后置2个1200万像素摄像头，支持 AI Vision 型美颜、NFC、QCS 2.0 加和双路 GPS 精确定位，电池3400毫安时，而且699元起售。小米八透明探索版拥有 3D 结构光功能，支持 Face ID 和屏下指纹功能，售价3699元。小米八 SE 首发骁龙710，5.88英寸刘海式全面屏，4+64GB 内存组合起，前置2000万，后置1200万加500万双摄，电池3120毫安时，1799元起售。小米电视75英寸版，铝合金中框加强结构，支持 4K 加 HDR， 内置小爱同学，售价8999元。小米 VR 一体机及 Oculus VR 一体机国内版，拥有 2K 超清屏，售价1499元起。小米手环三拥有较前两代产品更大的0.78英寸触控屏，具备5ATM 防水功能，售价169元。MIUI 10拥有全新的界面和更快的运行速度，全面优化了 AI， 增加了驾驶模式，添加了大量的自然音效。大家喜欢今天小米发布的哪一款新品呢？订阅或搜索公众号维素来投票互动，留言上墙。明天的一分钟将由我的师弟来录音，祝福大家，也相信维素会越来越好。极简又拉风，一分钟，明天见。